台东县政府携手安捷航空，率全国之先积极推动高空跳伞。7月25号中午在卑南文化公园办理首度的验证试跳，教练漂亮精准着陆，过程顺利圆满。交通部选定 OK， 我们就期待能够在八月的时候呢，能够有一个高空跳伞的表演。Fly into 3,500 meters and we look drop zone, Jiaosan, open Kaisa, very beautiful location, very good.这一次在卑南遗址公园的验证试跳，是由俄罗斯及乌克兰的外国资深教练率先打头阵，所有教练都符合美国技术标准规定认证，拥有丰富专业的表演经验。台东所在综合报道。